二人是不是相遇的太晚了呀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？不如我介绍一个给你。我对伽罗好，是我爱的，此生此世我非伽罗不娶，还望父亲成全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在你身旁为你遮风挡雨。我祈愿你这一生平平安安。你要定期向我禀报杨家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这又何难？我答应你便是。公主和三弟成亲之余地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我？如若以我之名能换你一世平安，我愿意。大冢宰要去观礼，此事必定有诈。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招数。宇文护，我杀不了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独孤家真的没有，但杨家还在，我不能倒下，我们一定要成亲。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五洲制药独孤皇后首播，在中视。